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又到甜筒甜筒的时间了哟。我和等等好朋友吃饮，今天我带大家认识的运动叫做曲线雕塑。曲线雕塑可以训练的肌力，增加身体的肌肉量。阿你那么以为某运动还是退化，造成肌肉流失脱？还有阿在练的地方都会伫都市，野外食物都太落比，可以不用的身材越练越强哦。他赶紧准备好了吗？疼痛来向下做吧。一开始我都要先做暖身，有做暖身，等下做运动的时间，那么快安全，看有没有出伤哦哈。今天的锻炼肌肉打开来，嘿，膝头向落背，天天的鼓下来，都是要收起来哦。收起松，盘起下，收起松，速度变轻松都好诶。嘿，顺太落比下去都好诶。好，速度变轻松，顺到太落比下去。再天天开来，乖好，我记得跳起啊哈！今天在鼓的时间，右脚腾起来，有看到吗？弯左脚，有看到吗？脚腾起来哟、哦！再一摆，右脚腾起来，左脚，右脚腾脚的时间，你抬落边内侧，我较有绑到的感觉啊哈！轻用一鼓下去哦，陪一下，收起手。再摆陪一下，收起手，阿来再做四个，都是要数起来，莫唔记得三个、两个、一个，左手向右撇，再过来，绑到我个腰位，尽量绑严一些，嘿，手莫跌下来，手唔可以跌下来哦。好，尽量绑严一些，绑长一些。轻用盘起出去，收起过来，盘起出去，收起过来。啊，来再两个准备弯片了哈，再一个准备弯片，手尽量伸出来啊哈，乖好对岸呢。两片。重心移动，再来吸，三、二、一，轻轻的过来，收起上来，盘一下，收起上来，盘一下，提埋一摆收起，我等提到中间。啊，等暖身做到一片，接着一段做足运动的哈，七脚两只脚轻用打开来，啊，等弓箭步，弓箭步的时间脚轻量打开一些，啊，两个膝头那么超过我们脚趾头啊哈，两只手打开来，等一下动作是连续的动作，啊，我们一个一个动作都停顿，唔怕停顿慢慢做哦哈，好，听听呢，收起上来，停一下哈。陪起下去，可以翻面到天来。做间无法吐嘅话，唔怕，安尼都可以嘅。好，做间可以翻面到天来，一个上面，一个下背，再天天嚟过来，中间，更加后背脚，后背脚，脚趾头转，阿嚟边侧边弓箭步。好，后背脚有寸寸嘛，前面膝头唔可以超过我嘅脚趾头哦。哈，好，天天嚟下去。用技术长的天来方，竖大口了，蹲在肩头向右翻。我准备的哦，我右脚可以后背前左脚的哦，好，右脚去后背前左脚，用脚脚向下，头拿仰起来，肚子要竖起来，唔可以安尼哦，有看到吗？我腰安尼跌下去，唔可以安尼哦，好，肚子要竖起来，身体侧侧一条线。看到前面，我跳起，更加我得蹲右脚，再举起头到弓箭步的位，佮上来等右脚要向前面蹬出去，蹬出去的时间，脚要伫两只手的中间，就讲蹬出去拿多一片，唔怕，我得用手蹲个脚，扳一下，扳到两只手的中间。啊！你等下放起来的时间，那么安全，那么用到太落边的力，唔要用到膝头的力。好，今个我哋脚蹬过来哦，两只手收起上来，
几粒弓箭步入去，天天呢就向后背，慢慢的过来到中间，天天呢转过来。阿娘在做系右片呢，更加在问左片呢啊哈，左片弓箭步，同样左脚弯，稍息左手上来，停一下哈。天天的跳起下去，左手瞄到天来，可以瞄到都瞄到，瞄唔到唔怕。再天天的过来到中间，后背后背脚转，弓箭步。盘起下去，竖强腰哦，蹲肩头强腰法，准备右脚、左脚起后背，跳南亚过来，都是二竖起来，停一下哈，用竖长蹲，竖背有些把酸软，软一下哦，紧加左脚再去前面蹬出去，强腰做个一百模蹬到。一般没等到别人的话，我记得不让放起来，不让人放起来，七条要出爽了哈。我想一天用手对板过去，不怕天天的来不怕。好，准备好就要上来哦。稍息上来，也就看恰当风，天天过来，再过来正面，数过来。我感觉骨神软嘛，头东来讲的动作全部都要注意。等一下我得会连续动作做哈，中间伊用要不能停顿一下，啊，不过都要连续动作做一摆，准备好嘛的再一摆啊哈。来两只脚打开来，轻轻打开来，抬一些，手打开来，右脚弯弓箭步，准备也要开始的哈，得稍息上来。盘起下去，收起手，后背脚转，盘起下去，右脚向后背前左脚，跳两下起来，右脚过去，弓箭步蹬出去，收起手，起稳哦，再摆上来手，天天过来都总结。再过来到正面，弯片，左手收起手，盘起下，收起手，后背脚转，盘起下去，左脚去后背，左脚向前面蹬出去，收起上来，天天到上面，过来到中间，再过来到正面。更加的速度再加一些的，然后右片上下，再放下来，天天的转身下去，右脚到后背长蹲，右脚向前面稍微上来，再去上去，过到中间，过到正面弯片，稍微上盘一下，稍息上来，天天转身下去，左脚去后背，头仰起来，左脚向前面蹬出去，稍息上来，手再上去，过到中间，再过到正面，天天脚竖过来。感觉样诶，要一套动作做都唔会长哈，有感觉身体捏起来嘛。就等下等下做另外一个动作个样哈，我先打只左半圈，两只脚强用打开了蹲个肩头强用法，竖在上面。等下得练呢，去背囊个力，哈，练到去背囊个力咯。天天呢背囊抛物线，按摩按你下去哦，哈，抛物线都会身体延延一些出去，我想个说擦擦，延一些出去背囊擦擦，背囊擦擦。个当然做多一片时间。你我变我师傅行，我变安尼，有看到吗？安尼我弯刀呢，吼，我变安尼师傅给送一条背，七条咩紧用力安尼撑，安尼唔可以。我对个你变到个肚脐中间肚脐眼的地方，嗰种下气时间，唔管个脚系直的还是弯的，都唔怕都可以。啊，唔管个抛物线，天天的下气，
到中间时间，我立边我肚脐眼后，我冇松起师傅，好，我冇松起师傅，边我肚脐眼后，最近我脚骨很冷热，你一片可以做慢慢爬，可以把我柔软度做个可以唔会差热，都对脚存出来。啊，唔讲啊，那存出去，我冇轻用力去松个七条，安尼七条个骨唔松快啊，哈，都不用强松都可以耶，哈。再好，天天开来。啊，再做一摆打直做半开了哈，再配一下力量顶的肚脐眼上来，配一下。今天做的都是七条有弯弯的哦，接着我做七条存出来哈，叫存出来哦。本来有七七嘛，抛物线放起来，抛物线下去，抛物线放起来。哎，在做事哦，嘿，有看到吗？看到我本了吗？乖好，都系你哦。三，他赶紧加油哦！阿爹看到你做哦，你做都唔会差哦。再两个，乖好，都系你。天马一个，天天的下来，再过到总结。各神人哈，在做的时间，手脚还是我都是核心肌群，全部都在各神人。按光明不是按你做，我身体会越来越有力了哈。我的朱云通做出来，我的今来做缓和动作哈，来手绑上来，收起过来，本片绑上来，收起过来，要结束让太久的，回去。天天的上来，用技术到后背，连住髋，斜单胸，再摆到前面，那么太 Q 哎，上来，慢慢的下，收起手，配起下，再摆收起手，配起下，头头通走，他赶紧后背嘛。叫对人疼痛先上好新的动作个哟。一开始我都要先做暖身，有做暖身，等下做运动的时间，那么靠安全，靠唔会挫伤啊哈。一开始我得两只脚打开来，七条二向落背哈，外八，天天的鼓下去，天天的再上来，回去下，收起松，速度不用强，松度好诶，顺到太落背下去都可以诶。再一摆回去下。收起手，第一下我就要夹腾脚的动作。古的时间的右脚是腾脚，有看到吗？弯片左脚有看到吗？腾脚。好，再一摆腾脚下去，收起上来，盘起下去，收起上来。可以发轻量腾脚，腾高一些了哈。用嘴盆吸，用屁股吸吸，乖好对安尼。来再一摆都好诶哦哈！天天的骨下吸都好诶，唔是关节，天天的骨下吸。再过来到中间，左手去右片，送出去，全部动作都唔是关节哦，唔是关节哦，得慢慢的做，绑上来。嘿，乖好对安尼，盆吸。收起过来，盘起，收起过来，再两个哦。过到中间，弯片，左片，送出去，左片送出去，我记得用嘴盘起，用屁股收起。做运动的时间，头去。该创业哦，哈，唔可以禁气哦，唔禁气做运动，唔个头脑会昏昏哦。再两个都好诶，提慢一个，我来收起上来，盘起下，收起上。啊，等暖身做多一片，
接到一组朱云通的强勇两极叫咩打开来，阿得七条先兵强送，班固的中空哈，底下强下停脚，强下下来，脚强下停脚，强下下来，都安尼做。你睇落比我有些把神呀，停脚下来，停脚下来，再摆停脚下来。好，我是船员哦，加油哦，还有哦，三、二、一，听听嘞，放起来。头都通着，我刚讲的大腿内侧、太鲁比内侧，有绑到，有用力到。好，这时候头都会通着，你的核心肌群都是要用轻度的力，以免我保持平衡。这时候我的核心肌群都是要用力数起来，你的大腿内侧、太鲁比内侧，没强用要用力的哈。这时候人怕，我得休息一下哈，去一下休息一下哈，可以吗？我得体捏通着个哈，来强用我得做数，弓箭步抬一些，来做数，去右偏先停地啊，停一下哈，我右数。可以撑顿，你抬落臂，底下先绑上来。听听嘞，你左边的肩头压下来，有看到吗？转身的哦，来本龙变平平的哦，左手轻量存出的哦。好，今个的左手向上面压过来，向上面压过来。也通着可以练动的等肩头三角肌，哈，的按到三角肌肩头的地方，手存出来。本龙平平哦，本龙冇打折哦，本龙平平哦。过好对下咧，我哋再试诶，三诶，两诶，听埋一个停在上面。做个肩头过横咧，你牙痛就会过冇做，忍耐一下。好，不用扛上来，听听到中间，我哋准备翻片咧哦。好，我右手送去左片，看用我哋底下停一下哈，还停一下哈。绑到腰诶，很狠。更加右偏的肩头压下来，强用身体转过来，你本来会变平平的哈，手莫跌下来哦，我轻松地跳拿前面哦。我的准备手上去，下，上，下，唔可以扑背哦，后背脚咩系纯粹的哈。手捏起来时间系盘起，不用下来系缩起。你跳哪冇压过，阿两个行嘅后背，我唔爽快，咩冇你跳哪大大，好轻量，你跳哪对我背两下一条线，阿来再做四个，三个，两个，一个停下哈，肩头会轻松软，停下哈，软耐一下，四，三，二。一天天的过来，再到中间，脚竖起来，脚打开来轻脚，我们抬落边内侧，我轻松呀，因为有绑到，还有啲打开来的地方用力，佮上个抬落边内侧会轻松呀，然后啊，就婆婆家，好啊，顿他跟你讲过，说像一个弯样，像一个毕业一样，婆婆家，好，接顿啊，就要做摇位哦，哈，用几脚打开来。对的肩头可以用法，左手长腰的，右手在上面，右脚点点的顺风，你的左脚要尽量绑上来，不可以这样坐下去，师傅不可以送出去，不可以送出去后要绑上来，好，接动我等到手肘还有膝头靠近，呼，在做的时间。你的膝头按你打开来，唔可以向前面，膝头打开来，嘿，向下用力，向下用力，咪摆脚脚脚下来的时间，唔可以按你哦，唔可以按你，你的重心唔可以歪来歪去，歪来歪去，你的重心笃定你的左脚向，哎，笃定左脚好起好来，起好来，好盘起。都是用力，搞好多人呢，加油哦！
再吸，三、二、一，放下来，准备弯脚，肩胛，阿得弯右脚起，嗰时候中央四分可以坐下去，阿绑起来，左手的上面弯左脚，放起来。膝头打开来嘛，脚又打开来嘛，然后来时间，个膝头唔系向前面咯，系向顺风哦，哈，盘起，盘起都是有用的嘛。加油！中间唔好发出站稳，哈，唔好发出平衡，你可以去那一种灯呢，还是扶墙壁都可以哦，哈。再吸耶，三、二、一，啊，不用轻松了，跑跑噶，跑跑噶，独个神人哈，在做的时间独个神人冇唔错，按过一对个身材线条较紧实，个有帮助哦哈，来，喊做的嘛，可以没？给家在做深蹲的哦哈，深蹲通走。两只脚打开来，对，强用对你肩头强用快，更加等下在骨海的时间，你面中骨而向后背，好像坐凳的样诶，向后背坐凳的样诶，好天天的骨下去，背去，松了收去，也通做轻跳，按过也通做轻到后出，轻到后出，背去，不能顺出，收去上来。回一下，收一收。我记得唔顾下一时间，我从向后背坐凳的样诶，唔可以安尼。中间个师傅向天来，莫向后背，唔要刚刚全部全身的力都变到膝头方。安尼在顾个时间，在做动作个时间，我膝头会轻唔松快，不是安尼做，我膝头会出松哦。好，我想你听我顿全身的力变到太劳逼。唔多一段嘅师傅送一后背，背落前侧，面就过向后背，送一后背，骨嘅时间，全身力都伫睇落鼻腔，安尼都要安全，安尼效果咪会较好啊哈。继续讲，天天陪一下，上，陪一下，上。本来顺出的哈，我记得到要得到轻松腰哦，阿得再吸哦。做个脚无力的人，还是已经够顺软的人，唔是骨都按下去唔怕，唔是骨都按下去唔怕。听慢一个，停一下哈，速度咪中过，前后绑一下，停停的过来，啊。阿得收起上来，陪一下，调整个呼吸一下，再一摆收起上。陪起个时间，阿得两只手能抬球诶，不能扑背。收起上来，竖起个背，沿住看恰当方。再一摆到前面能抬球诶，陪起。今天上来到后背，沿住看恰当方，停一下哈，再摆手到前面，南太球的盘膝，收起上来，停停的下来，阿来收起上，盘膝下，再摆收起上来，盘膝下。前面他个曲线雕塑做到样诶，得做一时间，有些把甜，有些把酸样，错冇？牛奶一下，明年的做一些，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，你的肌肉线条咪会越来越强哦。停通停通，我的下次见。